上個禮拜咧就推咗一隻係公嘅，今個禮拜就推一隻手嘅，一公一手啦咁。嗱，公嗰只就講咗啦，上個禮拜。咁今次咧就俾一隻咧就防守性得嚟，但係我覺得其實都唔錯嘅股份，就係、是、就三部煤氣啊，中華煤氣。理由係乜咧？咁嗱，咁當然啦，大家都知啦。煤氣公用股穩穩陣陣啦，咁呢依個大家都知啊。啊，咁另外咧，其實佢仲有個好處嘅，就係乜嘢咧？有兩個好處。第一咧，佢而家將會成為一個即係資金避難嘅角色嘅。如果大家睇翻由大概六月份到嗰個嘅低位啊，講緊當時個股價咧係做緊呢個11.7嘅咋，咁而家最高至個13.幾添啦，咁今日都做到12.86噶，咁係啦，咁啊一路反覆向上，但呢段期間咧其實恆指好波動，如果買正 ATMXJ 嗰啲股份咧，甚至乎下跌添啦，咁所以咧，咁我覺得喺投資組合裡面咧，擺翻一啲防守性比較好嘅股份，譬如中環煤氣咧，咁可以睇一睇嘅。咁啊，佢之前啦，亦都係創咗新高啦，13.2添啦。咁另外咧，中環煤氣有一樣嘢，我比較中意嘅地方咧，就係佢嗰個派息啊。即係可能咧，投資者覺得，咦，唔係喎，佢末期息都係2.3啫喎，23仙，唔係好高啫喎。但係大家唔好忘記咧，就係佢每年都仲有個20送1嘅紅股啊，咁所以咧喺以防守性嘅角度啦，資金避難所，咁再加上有個20送1嘅紅股喺度，咁我覺得咧，咁啊喺投資組合裡面咧加翻呢啲少少落去咧，都係一個唔錯嘅組合嚟嘅。咁我哋見一見啦，咁睇翻大近期都升咗好多噶啦，咁啊其實由12.5樓下咁啊上咗嚟，如果有機會咧，睇下可唔可以落翻12.5到啦，咁呢啲位置可以買入啦，咁目標價咧我會睇13蚊嘅。